没有空位置。前后门都可以上车哦。
把车上的位置都可以自由入座。谢谢。麻烦帮我把车票的背面朝上，车票的背面朝上。还有洗手间，把它关上。没关系，来爬一下。这应该不会有人用。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动态保存 DR2303 号蓝皮柴油客车，敬祝您旅途愉快。蓝皮柴油客车曾经广泛运用在台铁主线与各地支线，是见证台湾社会发展的重要铁道车辆。至2017年文化部与交通部合作修复计划启动后，本馆透过详实的历史图面考证及博物馆等级的修复标准，让 DR2303 号重回1980年代的样貌。同时，我们也全面检修动力和机电系统，未来将以园区内动态形式延续台湾民众和蓝皮的铁道记忆。我们现在行驶的路线是联丰钣金工厂、客车工厂等地的轨道路线群，未来铁道博物馆就规划展示内容，从典藏库房、客车工厂将典藏车辆透过此处及新的平交道系统移动至柴电工厂、主力工厂等主场馆，提供多元多样的车辆展示。铁道博物馆诚挚邀请您和我们一同体验微风徐徐的蓝皮铁道之旅。
请记得您的随身物品。国家铁道博物馆感谢您的搭乘，并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。那各位乘客，我们即将到站，等一下车门会由我们工作同仁开启。确保说这个轨道上面只有一辆车。那我们铁道博物馆这边，当然说我们只有
我们这条路线我们都封锁，就只有这辆车在跑，但我们还是把这个路牌的展示拿出来，就是让大家知道说，其实我们也是非常注重安全的，然后也有在意这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传承。我叫我跑。